问：沾唇膏地有什么好处？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如何入手、图景、目标三个方面来做定论。一、为什么要练习沾唇？一、沾唇可以修补人体身心内外的亏损。许多人从出生一直到年老，或许因为长期的劳心劳力，造成心理的过度损耗，从而直接造成精神方面的疾患，诸如恐慌、犹豫、焦虑等症状的表现。反应表现在外在身体，则会自心血管疾病的许多症状，诸如失忆、中风、瘫痪等疾患的表现，或是长期的酒色过度，直接就是元气、元精耗损，过度亏损精气神，以后则是脑袋空空、记忆衰退、四肢疲惫等身体外在的表现。这个时候，尽管你口袋满满，什么补药都吃得起，一样效果不长。为什么？荷尔蒙的减退加上身体严重的衰退，身体机能退化了，消化吸收不了，当然效果不长。这个时候，或许练习沾唇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以喜以提为坚固，往前往上，直接因为涌泉的拉提作用刺激了心脏的泵浦作用，造成全身良好的血液循环。细而说明，这个功法就是填精补髓。习练者一次练习的时间必须40分钟以上，温养丹田之气，进而能够融化一丸后天所生的精髓透入胃坚固。因为不断地补充强化骨髓，直接治疗了可能因为骨髓流失所造成的脊椎侧弯。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直接提升精气神的强度，从而恢复往日强健的体魄以及炯炯有神的精神力量。至于怎样入手，则必须长期的沾唇养气，精准找到丹田的位置，并且不断强化丹田的能量。必须强调的是，心思必须要专注的时时关照在气的通路与极其间的管窍。为什么？避免气的岔开以及离散。西南菌云常因此成为唯一自道原则，入经入丁才能获得这个心经，才可能有所入门，同时也是最难适应与及学习到底。气处就是专注关照丹田的位置，有杂念可以从心头抹掉，再以喜以提将丹田往后往下后，转心一致地找到丹田的位置。没有这个窍门，转进不了内家拳。为什么？丹田之所以名之为丹田，手文借字田就是位置，就是练去要丹的地方。丹当然指的就是可以强身健体的药物，在人体内当然就是治精气神而言。为什么一次沾妆必须40分钟以上？是因为至少这些时间才能让丹田有足够的温度去融化后天睾丸所生的精水，将浓稠的精液融化成水透氧液态，深入胃坚固当中。日度一息，经年累月去做强精补髓的工程，精血脑脂不断循环再生，来自有形身心的亏损因此可以渐渐填补，所以有脱胎换骨的再生说法。太极拳既经是许多年长者认定的保健功法，我是这么诚心的建议，一次至少90分钟，45分钟用来走路练习许时补，45分钟用来练习沾妆，一天至少一次，体能增加了以后，将练习时间延长变成两次、三次，最后让气息长存丹田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静的时候，呼吸似息而眠，眠而迷，因为呼吸充分的放松，心情因此得到绝对的放松。如此的养生状态，功夫能不能好我不知道，但是绝对可以让自己心情充分的喜悦是必然的。身心是相互影响适应的，太极拳要求中定安属，除了强筋坚固之外，必须有一颗临危不乱的心脏，唯一的途径就是沾唇，这个起到身心灵均衡一致的功法。